歡迎嚟到開樂開現場，今次嚟到蜕變嘅現場。陣間咧，我要揾兩位嘅同學啦，因為有啲嘢咧都想請教下佢。過幾招俾馬騮面？去到100就剎車，跟住要肯望，去到50就剎車。而家又出界啦，就係變咗紅色時間。跟住再就係踩油門，去到100就剎車，見到牌。邊個係你設計嘅咧？呢兩架係我設計嘅。哦，呢、這個咧，呢個係。呢架係佢廣州直播嘅冠軍。哦，咁你知唔知其他同學仔嗰啲設計係？一個中意鐵路，一個中意消防，一個中意家庭。消防。鐵路呢個咯，睇下呢個就係 family 啦。一條咁短嘅片就梗係唔夠厚啦，記住留意我哋今個星期嘅節目，咁你就會聽到完整版噶啦。拜拜。其實都好耐冇嚟學校嘅地方。